韩国男团 BigBang 队长 GD 在上月27日以陆军的身份入伍，其队友太阳和大生也分别在3月12和13日到军队报到，紧接着队长入伍服兵役。据报道指，太阳将在江原道铁原郡第6师团轻型部队进行基础军事训练，并预定在明年12月11日退伍。太阳3月11日就在个人社交网站公开了多张为时尚杂志拍摄的照片，画面中已经剃头的太阳还是男党帅气的气质，而太阳的老婆闵孝琳也透过社交网站晒出新照，看上去气色不错。据悉3月12日闵孝琳也会去部队送太阳入伍，由于两人刚刚在上个月结婚，相信闵孝琳会努力去适应老公不在身边陪伴自己的日子。但是自从两人决定结婚的一刻起，就已经知道一定要面对这些事情，相信两人事前都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。